那个，这么晚了，找我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路遇个中二大侠，非要现场教学。就这招。开绳。你也会这个？这样不好吧？别乱动。天气转暖，苏府各方要添置新衣，此前没来得及给你测量。啊，是吗？嗯。这赘婿待遇可以接受。念你昨日替苏家解围，在我这儿，你可以不遵赘婿礼仪，但倘若在外惹是生非，我便只好休了你。如此，你再嫁可就难了。转过去。还嫁？这是要一追到底是吗？放心吧，老板，我有契约精神，绝不主动惹祸。这钱你拿着。这就休了。或许你无意攀附权贵，但与驸马结交，终归是生意。你想收购他吗？什么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要讲契约精神，这钱不需要补。苏家做生意讲求平等，我不管你五十贯怎么谈下来的，但毕竟是你主动谈的合作。若显得是我们占了便宜，可不是谭儿的作风。哎，你这也太轻柔了。嗯，行，依你。等一等，立个字据。不会赔了算我的吧？不然呢？好好做生意。嗯。